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新房子装修都要选择功能比较多的水龙头吗？因为功能多的水龙头，它能解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多的烦恼，比如说早上起床洗脸洗头发漱口，平时传统的水龙头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，而这个水龙头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。